Нет.今朝夜里向搿场嘛，天气也蛮好啊，我也老希望今朝比赛好赢下来。今天申花的话，主场迎战长春亚泰，友谊让他们带走三分，给我们留在上海体育场。然后如马来来的话，接下来状态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接下来申花队面对四连客，我们希望主教练斯卢斯基将会将球队的状态越调越好，希望小摩托也能带给他最好的状态来到上海体育场。希望今天能获胜，保持一个追赶隔壁领头羊的一个势头。Yeah.
流程必须把对方的门外线堵住，这里这个边线传出必须堵住，上半场就一个机会。如果说在这儿更凶狠一点，更封得及时一点，挪动一堵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We have to win. Doesn't matter. Tired, not tired. Quality, not quality. Doesn't matter. 疲劳不疲劳，热不热，这场球必须赢。
赛，阿拉踢了非常辛苦，但是今朝老不容易啊，能够赢下来，搿就是阿拉申花的精神。今朝陈静怡让阿拉是眼睛亮了亮，对吧？小木头还没打，小木头能让阿拉带来更多的进球吧？对，更上一层楼。